2月4号就立春了，这样一张一张的春饼，你想不想吃？特别筋道有嚼劲，还特别软和，不会自己烙春饼的就提前备点，这现成的饼是烙熟的，没有一滴油，一箱四大包，一包10张左右，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，只有面粉和饮用水。这个饼是熟的，打开以后放进微波炉或者是蒸锅里面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，简单方便，柔软还筋道，再裹点自己爱吃的菜，金酱肉丝、土豆丝，不管裹什么都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吃又不想揉面的话，就吃它，准没错。